康文署表示，为庆祝特区成立25周年，五月起至年底将举办丰富文化艺术和康体活动，让市民共庆回归。康文署在7月1日会举办免费玩尽康乐设施，让市民可以免费使用大部分康文署辖下的收费康乐设施，包括大部分室内及室外的康体设施。水上活动中心多种艇只亦会豁免租用费，公众泳池亦免收入场费，只有运动场、足球场和度假营就不包括在内。市民可于7日前透过康体通网上系统预订，或者亲身到订场柜台预订设施。